You guys been singing real good all night. But you say we do a little duet, just me and you.大家好，你现在所看的是 Winfork 对战 SK， 主角是末代狙神伊格瑟，地图是 Twin， 此时阵型是三万两内，架局苗吕童。出奇的安静，要特别小心。凤信瞄准特别讲究，反应突然闪现狙抢没中。吕童要出，赶紧通知队友。对方以封烟极可能要出，据爆点肥头有人立即上车顶，先瞄准绿风，对方肯定也在摸点，烟雾快散要特别小心，同时肥口要出先假枪。要守尾星，对方爆闪狙响没中，必闪再次喷射，又在开镜时瞬间击杀，碎步上前瞬狙击毙，快如闪电回头查看绿通，被对方架枪击杀。此时阵型两内三外，快速奔向第一波，不用扔道具，选择前压狗蛋也前来助阵。二狗身亡，爆点全部在外场。下低狂点爆头，钻入车底又击毙一人，同时狗蛋不枪，立即出来换上狙击。先查看肥口，由于服务器问题出现延迟。已经回到那场开镜甩狙击毙，一号道还有人晃狙没中，从井家转去高破，开镜闪出瞬间击杀，对方毫无挣扎，来到下半场，此时阵型三中一律通一内，扔出六号四，同时狗蛋配合道具造成出肥口假象，再进步摸上二楼，要非常谨慎，毕竟对方可是顶级战队。隔箱小跳查看，P 出来观望，旋转楼梯，扔出卧三投石问路，不确定的情况下搜点成为关键。二狗需要闪光擦墙扔出，一起拉出二狗击毙，同时身亡又狂拳击杀又保护，立即还枪小跳而出，晃枪击毙，继续乘胜追击出外场。近点有人甩枪多发击杀，突然有 O4 炸到，对方就在井中。C4 已经安装，赶紧上前甩枪爆头。此时阵型是三内一中一绿通，快速奔向红楼梯。狗蛋身亡，出师不利，可损失没中，位置暴露，返回内场。众人迅速下第一波，立即上三号车顶甩狙击杀，再次狙响，可惜没中。此刻心思安装奋进，又击毙一人，左右查看找最后一人，正想开枪时被杀身亡，虽然有点小遗憾，但为胜利打下了基础。此时阵型三内两中，直奔那场土匪的道具出现阵地。n
Nigel 率先开路 ，A 哥紧跟其后。来到低坡，第一时间瞄准井中，瞬间击杀，快速上三号车顶，车顶有人也赶紧下来，开镜一出，瞬间击毙，快如疾风。C4 安装锁定高坡，变换位置，来到一号车。对方极可能保枪，扔出警家道具，准备上前查看，快速上前转角，遇到爱两名大汉伺候身亡，下期见。